我想说的是，只要敢上台的，能站在台上的，我都给打100分。因为能站在台上真的不容易，太多太多的学生学晚了不敢往台上走啊，他们很在台下真的很棒，唱的真的很好。当他一往台上来的时候，他说浑身都发抖，手上的汗都是凉的，甚至让我摸他的手，我说无论如何你也要上去啊。今天在台上唱歌的有好多个都是第一次走上来，我在下边真的好感动，因为我也是从那一步走过来的，我知道坐在下边的可能不知道说啊，这小歌我都会唱，我唱的可能比这还好，但是他们在下面唱的也比这还好啊。可是一上台来的时候一紧张，音乐也就听不到了啊。谢谢大家。